这毕业证书是伪造的吧？你到底做了些什么？我现在根本回不去啊！这都是你害的！你不是说你没有深入道理去找一个证明，证明你是清白的？你去跑那个银行有什么影响？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是无辜的。不行，你永远都找不到皮卡的，你永远都会在海边讲。住手！那快去找一下！我发誓，我一定会找出那个盗离案的主谋。